我这只不过一日没有刮胡子，便长成此般模样。哼，你这细皮嫩肉的，肯定不懂我们男人的苦吧？我说韩妹妹怕不是害怕自己的女儿身被人识破，刻意扮丑吧？王二姐，你想象力这么丰富，怎么不去写书啊？啊？你怎么不去写书啊？嘿，你怎么不去写书啊？你怎么不去写书啊？你怎么？我。你还看什么呀？快先去救他呀！十一，你没事吧？十一，世子没事吧？世子，十一离这比较近，还是先去我那儿吧。不必了。世子，没有任何错对，柔情让我沉醉，你的爱将我包围，也许缘分。快把我放下来吧，殿下。我命人烧些热水过来，你赶紧换身干净的衣服。不必了，殿下，您还是赶紧把我送到定国公府吧。不必担心，我已经让金子银子过来了，应该很快到了。哎，世子，世子，你没事吧？世子，你可吓死奴婢了！你们俩吓死我了，本世子好着呢，多亏了五殿下把我给救了，谢谢五殿下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嗯。